那个把旧爱听不能怕反，不能反的。这叫自然法。你今天如果跟着你的叫平衡，叫平衡。那如果东倒西歪，那它就很乖。要盯着，记得永远盯好，啊、哦！你现在看谁在哪？眼睛要看着，看见，看着，看哪里？三角点，换着脚，三十三角点，好，手放了两点，打来，哇，是吧？扣住一点，就下开了，现在懂吗？要从头起，这是你没学过的，你要从头起，好，三十三角点，挂了这两个点。看着那个脚，哦，跌到了，不能离开，视线就不能离开，因为这啥，东倒西歪会摔的，哦，可以吗？那就这样。